着吧。哦耶，有人吗？有人在看吗？来，我是吴尊，他是医生，他现在正在吃顶呱呱。对，现在是我们的晚餐时间。俗话说吃饱好上路，说吃饱好上工。今天要上路只有你而已哦，我可没有要上路。上一下拜托了，拜托了，上一下，我们一起上一下好吧。上下排行榜。对，谢谢大家所有的小桃子，对不对？我每周讲的小桃粉，小桃子，小桃子，对，谢谢大家。然后，好像因为最近七月八月暑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收视率蛮高的，对，常常进榜。真的要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谢谢大家的爱戴。然后暑假真的要好好的在家看电视，放松一下。不然每天学业课业压力那么大，就是要看我们节目，看我们被吓，看医生被吓，然后好好的放松一下。今天对于看淘宝宝可以舒压，对，真的。而且现在就是七月份快要到了嘛，对，农历七月快要到了，所以那个大家在外面户外，尤其是玩水，是山深山，对，去郊外的话，真的要特别的注意那个安全。对，真的。对啊、而且除了农历七月。然后现在天气又不稳定又热，没错，所以大家注意要多喝一点水。而且有时候会突然下那种暴雨，对。然后如果你是在山区的地方的话，你本来看溪水好像是一点点、溪水很开心，突然那个水暴涨起来的话，那个逃那个很难逃。我以前都觉得，溪水暴涨就赶快走回岸 上，对啊。但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它暴涨之后是三秒，唰，三秒就来不及了。对，也没到三秒，差不多十五秒。可是十五秒你人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因为你水一直来的话，你就算那时候想要往岸上走，你也走不了。对，那个水流强大到事情，就算你是游泳健将都很难逃。对啊，所以大家出去玩水要小心。然后对农历七月份的话，真的包括开车啊，走在路上什么，我觉得都要特别小心。还有睡觉的时候都搞不好会被压。对啊，所以农历七月，那农历七月到底要干嘛？会冬眠之类的。农历七月就乖乖在家里看淘宝宝好兄弟就很好。你讲的真的太对了。那医生对于今天要执行三个任务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是觉得你是不是还没有录影就已经先疯了？糟糕了！等一下，请老师帮我画一下。对，对，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其实它是一个蛮恐怖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今天，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它是在一个搜寻不好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今天在出发的时候就开直播，是因为待会我们到录影的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跟大家看地现场。之后能不能再跟大家直播也是一个问题。不会，因为今天这个地方太可怕。对，录完之后有没有之后也很难说。对，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吸引跟退出演艺圈。我跟你讲，吸引跟退出演艺圈是小事。离开人世间比较可怕。对，退出人世间是比较可怕的。对，就离线了啦。对啊。今天去哪里拍？然后今天是我们谢老师。对，今天是我们的谢老师。Hello， 大家好。谢老师，对于今天那个地方，都是有听说今天是什么地方吗？听说那边哦，就是之前发生过命案，有人在这个地方自杀。那老师对于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因为他其实该走没有多久，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现在还不能讲，对不对？对。我们是不是就不能？我先讲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要，对，好险你有阻止我，不然我真的是大意是金沙，差点就把节目内容先曝光掉了。就是，我等一下再跟你讨论一些那个，因为我刚有跟那个朱丽姐讨论哦，好，那你来主控直播哦。因为我刚没有讨论，我刚从别的地方过来。好的，然后我们现在人还在台北市，有可能会遇上这个塞车。已经遇上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每一次出发之前呢，我们都会收到这个红包袋，拿给大家看一下。你有拿吗？对，就是这个红包袋。被你拿会不会效果就没了？因为如果经过第二人的手。哎，不要再捏我的红包袋！哎，不要看我的红包袋了！现在红包袋的那个灵气已经被我吸进去了，所以我今天得到 double 的
加持跟保佑。等一下我会拿老师的红包袋来吸。哎，算了，老师应该不用红包袋。然后今天这个红包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有可能换衣服啊，或者是整理装备的时候，红包袋就会消失。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哎，那也没关系，消失就算了。但是今天这个红包袋，我待会要把它塞在内裤里面，对吗？或者是我不晓得用胶带粘在身上，或是你夹在那个缝里面，屁股的那个缝里面。哇塞！对，哇，那整个晚上有点吃力耶，有点吃，会卡缝，会吃东西啊，吃东西，吃，我现在吃不，我们吃包，吃包，吃红包，我们讲到怎么那么低俗啊？对，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一整个晚上的任务内容都非常的硬，然后那个地点也非常硬，所以我觉得红包袋要格外的珍惜，对，要好好的紧紧的守护着它，因为我们的红包袋里面是盐巴，对，我现在觉得美丽盐巴都好重要，真的啊，我觉得天哪，我怎么会拿盐巴来撒在牛排上，但是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应该多撒一点在红包里面，那是护身的东西，对啊，对，应该，然后我们这一集。我们今天录了，应该也到时候会在这个七月农历七月份的时候，播出。嗯，然后，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这个算是七月份特别限定。嗯，非常的可怕。对。然后非常的符合我们淘宝吧，应该算是旺季。旺季，然后而且也算应该也可以算是我们录淘宝吧。有史以来是最恐怖的一集了。对，还没有录我就已经可以知道有多恐怖了。对，对。上次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有一集是在那个北海岸，对，有个人去那边轻生的那个地方，对对对，那个地方也很硬。对，但是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呢，比这个还要更硬。嗯，所以大家知道，硬上还有硬上硬。对，但希望不要硬上，违法。不能硬上的。对啊，你不要再讲，不要再乱开黄腔，乱讲话。好，然后呢，所以待会我们差不多天黑了以后，就会开始进入那个待会要去的那个场地，然后就会消失在这个大家的搜寻范围里面，大概长达七八个小时。对，那如果大家身边有一些可能。的朋友，或是你自己本身是什么基督徒啊的，拜托帮我们祷告，拜托帮我们拜一拜，祈求平安。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两个，在整趟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身心健康的进去跟出来。对，不然如果你知道在深山，对，遇到什么事情，都很麻烦。对，对，而且最怕的是在当下没事就算了，最怕的是那些事情会带到之后的生活。或是身边的人，对，那就很不好了。对啊，像我们之前就是工作人员也有在录影现场，就是发生那个嘛，对，昏厥，在后来回到摄影棚又昏厥一次。对，对啊，希望我们今天，对，希望我们今天都不要发生这种事。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现在心情蛮忐忑不安的。因为今天上车，我发现你话好少。对啊，虽然平常话就比较少，可是你今天话更少。少中，对，是，对，因为今天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对，我今天上车跟你小聊一下，然后你话很少之外，你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去的这个地方的事情，就在讲心里可能在想。是没错。对，好想离开阳间。那太阳也快下山了，所以时辰快要到了。天，你再讲一下，我们的时辰快到了。好不吉利，录影的时辰快要到了。对啊，好，怎么办？人数一直往上飙，哎，有没有那个狮子精啊？是啊，对啊，老师，然后谢谢大家。如果在看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对，这个直播继续。对啊，然后我们。今天是礼拜一，但是因为我们上礼拜五没有出淘宝的外景嘛，所以今天这个礼拜我们出两次，今天是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二次是过几天之后，对，过几天之后，对，然后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直播，所以大家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按赞，对，没错，也要用这种方式，他们
最后一次，这标题刚刚应该下最后一次。对，最后一阵就是我请踊跃分享。对，我们会不会希望我们是跳票了？我希望我们跳票。希望，希望。对啊，因为一语成谶其实蛮恐怖的。哎呦，为什么镜头那么雾？对啊，是不是那个上面的那个油脂？对啊，他们说什么？祝你们说，哎，哎，有看到直播画面，啊，忽然出现乱码，真的假的？真的、啊。大家回放应该看得到吧？这个时候我看，你，我没有在开玩笑，他刚啪，真的假的、啊？真的、啊。而且正当我要讲顺利、顺风顺水、顺利见到鬼的时候，他就这样。哎、欸，我们在画欧兰，你们刚刚有看到吗？有看到画面这样子闪跳吗？还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对啊，今天有宵夜影片吗？今天应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宵夜影片。大家有看到那个吗？刚刚那个画面这样子，红蓝红蓝红蓝。看，还没到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好诡异哦！哎、欸，刚刚画面我真的吓一跳，他们说没有看到、欸，哎，是吗？哎、欸，有说有真的有、欸，哎，真的有吗？然后大家是所以待会我们回看回放的话也会有、啊。我不知道哎、欸，他们说有，他们有人说没有，人说有。啊，所以真的有人看到哎、欸，所以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没有，他说没有，都很正常，所以只有我们这边看到。是吗？那会不会就我手机有问题 ？i8 要出了。要跟他说，其实刚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对啊，开玩笑。但如果真的有人送我们 iPad， 我们也是。不是啦，老师说的是你讲顺利撞鬼是开玩笑的啦。对，因为你讲那句话的时候不是出现以前吗？对啊，没有，我是这样讲，祝我们顺风啊，你不是就出现了。你要知道你接下来讲这个。天哪，你还在那边去调戏这种事情？哇靠，你也是真的是问题。不是郭老师，郭老师每次都在讲这句话。我在调戏郭老师。可是我是说，好了，不能再开玩笑了。有些话，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对，在不对的时机点跟地点是不要乱讲。那你吃完了顶呱呱又要再吃一个这个，你是不是太饿吗？今天还没吃东西。哇，医生其实看起来瘦瘦，但食量很大。所以呢，希望呢。哎、啊欸，有哎、欸，妙姐说有看到哎、欸，是吗？妙姐说她有看到，哎、欸，是妙姐还是人哥？反正是小编，她就说她有看到那个我画面闪了一下，哦，对，有闪了一下嘛，对啊，好怪哦，对，如果可以，我们会宵夜直播，如果可以，对，一台 i8， 好啦，那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晚餐的时间，好好的去吃个晚餐。那可能有些人，提早庆祝父亲节，在今天吃饭，也祝福所有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医生，父亲节快乐。我祝父亲节快乐。我没有，我做好安全措施。不是啊。欸，有人说这是最后一次合作吗？不会。欸，有人说红包要放上半身欸，红包不能放下半身。没有。对啊。上半身没有地方放。对啊，上半身没地方放欸。车上吃东西要小心。好，那么因为手机闪了一下，我想手机可能累了，想休息了。所以呢，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个再见，说个拜拜。我们要回去检查一下刚刚的回放。对，我先关掉，然后检查一下刚刚的回放。对 ，OK， 好不好？好，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11点锁定未来综合台，涛爸爸好兄弟。拜拜，夕阳无限好。